真是感慨万千呐、啊！为师居然做了一个彻底的人呆啊！今年三月爆出横竖法师被信徒骗当保人，欠下三四千万的高利贷，神隐半年，七号早上他终于现身。当我把支票开给他之后呢，他也开了支票来作为担保，可是他的票退票了，我的票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这一滚再滚，这个高利贷拖着我利上滚利的，才变成了三四千万。穿着一身定制袈裟，气色看起来还不错。横竖法师一口气在脸书上PO出13支影片，解释还债经过。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我是你直播空间的铁粉。过了一两天，我真的收到了百万美金的赞助。天哪，老天爷终于呢赐给了我一个网络上的神豪来帮助我。证实确实有铁粉直接汇款百万美金替他解决债务。横竖法师也强调拒绝让弟弟们再帮他扛债。是我坚持不接受他们两个人的帮助，而不是他们不帮助我。我非常感谢我两个弟弟。横竖法师亲上火线发声，解决高利贷债务后，还是会继续修行，不会重返红尘。三立新闻林祥生、郭顺义台报道。